大家好，我是康安里，本纳比路湖区省议员，也是卑诗省高等教育厅长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能像以前一样跟大家聚在一起，享受各位叔叔阿姨们你们提供的精彩节目，庆祝春节。过了2020年的挑战，我相信新的一年将会更加顺利。在这边要祝加拿大华人联合总会、老人协会所有的长辈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。